海清本名黄怡， 1977年1月12日 生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，是南京甘家大院后人。论辈分，海清要叫甘涛为叔爷。 7岁便出演电视剧， 12岁在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舞蹈， 17岁毕业后进入省歌舞剧院。 1996年9月 参加舞蹈新人大赛桃李杯并获奖， 开始有了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想法。 1997年同时被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录取， 最终他选择进入北电，开始跟着老师黄磊进行话剧演出。 2003年通过出演电视剧《玉观音》中的钟宁一角而出道。 2009年11月 出演滕华涛执导的都市情感剧《蜗居》， 该剧让海清的演艺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。同年凭借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家喻户晓，被誉为国民媳妇。 海清的丈夫是中国银行香港地区的高管，两人是高中同学，经家人撮合，很早就步入了婚姻生活。海清的角色一向接地气，戏如其人，就像她永远留不长的头发。海清在观众心里的印象也是干练洒脱。